跟住下一首要介绍俾各位嘅，就系《留取丹心照汗青》，系由陈锦荣所撰写嘅。问天祥佢系南宋末年嘅抗元英雄，佢忠心爱国，宁死不降。佢曾经讲过：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可见佢嘅忠肝义胆嘅。呢一支曲就系讲到佢被元朝系囚禁黑狱，佢嘅夫人嚟探监嘅情况。呢支曲咧，我哋系请到丝乐曲艺社嘅社长叶慧芬师傅同埋吴瑞凤女士合唱嘅。而家有请叶慧芬师傅、吴瑞凤女士。沉心如波幻啊，
人
今夕能见贤妻，恍如梦幻啊。慢了啊！
在區求復河山，若能潔身殉國死，敢對天地表心膽。
为母大丧啊。顺过难。